生的感到不适，肯定是你按了他的电话。你生活不如意，肯定是你按了他的电话。妈妈的爱很扯，把深爱大声疼，你不要想着顶嘴，妈妈永远都是对的。半夜三点才回家，爸妈坐在沙发，家里是我要是妈，肯定是要走。有时候生活难免不如意。